阿虎阿虎，太棒太棒，厉害厉害，终于有机会介绍有多厉害。因为这个朋友呢，他其实常常出现在我们这个私底下的局当中，然后只要他在的地方呢，永远都是高朋满座哦，开心，大家都会来，对，大家都会来，因为大家都为了他就是慕名而来，这么厉害，他怎么会想认识你？啊，他怎么会想认识？不是，是我硬要认识他。他还没有入行之前，他其实本来差一点要踏入演艺圈哦，因为他从那个念书时期就是校花哇，后来为什么没有进演艺圈呢？就是哎呀，不幸考上空服员，让我们的演艺圈少了一个美女。真的吗？好不好？所以还号称如果他当艺人的话，圈内一堆女明星都没饭吃了。一起来欢迎 Cindy。 哎，很好奇。萨瓦迪克啦，你好你好，是是是，你这一身是感觉像泰国的新行啊，对，新加坡内行哎，内行哎，沙龙沙龙知道哎，大家看到很多人都误以为是泰行了，因为他们有这个红色，还有那个蓝色，是两系列，对，今天怎么会穿新行的啊？觉得很美，新行的制服很美，很喜欢。啊，你又不是新行的，他想穿看看，不会觉得漂亮？好像有说不可以穿那个自己家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互穿。他们有一种哦，就说在那个尤其商务舱啊，是跟客人讲话，他们是要扮贵气，有有对，真的尊敬哦。比较有礼貌。遇到那个喜欢聊天的，我都觉得很委屈，腿会酸，脚都在抖了。要蹲下来，是万一有 turbulent 的时候，才不会危险。乱跌乱摔出去，对对对，会撞到。也有遇过那种董事长厚爱，跟你促膝长谈呐。对，就是一对夫妻，然后说很喜欢我，然后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然后他说啊，好可惜哦，我儿子结婚了，那我介绍我侄子给你哦，这样，然后聊很久，腿到就对，跟学姐打 pass， 这样，就是觉得脚太麻了，不行了，这样啊，哦，啊你那么早，我干嘛？而且各位，张立东犯案又被逮了哦！立东干嘛来啊？立东拼命狂约他，不要做这种事，不要再来。又喝了立东啊？怎么了？说就是有空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空，就是会问我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啊？说怎么都约不到啊？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没有，我就说哦，我好忙。阿虎有好，张立东好到哪里？没有，我没有什么，我没有那么常约人家，偶尔正式。什么正式？正式就是讲一些又上节目啊什么的。烈女哈就怕惨。对啊，对，有些正放没有，你感觉有的说哎，好像其实每天都晾在家里。对，没有人约，约个十次钟，大家不敢约了。好，来来。